问问小 C 玩不玩吧。他在玩。他在玩啊。嗯，我问问吧。但是他们那边不一定缺人呀。我看他们那边是满的。来，我问问呗。吃毒！哎呀，给你这袜子，你一级奥恩跟我打，啊？打不过，溜了，不玩了。哎！哎呦！该我了，要我带着闪现呢，我寻思我带着疾跑呢。带错了，这吓坏了，可没有啊，都在那个这个计划之中。我听到你了，大龙走位。嗯，你这不没了吗？兜哎，吃我的毒气吧你。走位。狼了，兄弟们，来狼了一波。别狼啊，别狼。我以为我的走位可以晃得住他，但是没晃住。小狼了一波。现在俺俩五五开吧。叫奥纳夫赶开他一波。猴哥，我要加你微信，没有3000块钱加不了。哎呀，抬不住啊，这不行啊，兄弟，算了吧。我听到你了。没有3000块钱不加啊。兜，你跟我打，我征服者，你跟我打，我家有奥纳夫，你跟我打啊，给我干他，奥纳夫，上，哇，漂亮，开玩笑的，哎呀，你要是成为了18级的粉丝牌啊，就可以进入我们的房管群了。回家了，我想再带一波。正在路上。OK， 回家了。你厉害，18级人。你18级人没房管，我看看。那你咋不要呢？你要啊，你不要我能给你吗？这是一个问题。你18级了，我们又瞅不着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来个这个，我给你上一个啊。让他加一下守在你的粉丝群，然后私信群主给他拉房管群。规则说一下。什么规则啊？就是刚才说的，就是粉丝牌18级了，然后可以加13级粉丝群，然后私信群主，群主就会给你发那个微信房管群的二维码，就可以扫码进去了。听明白没？听明白了吧？
我先下一个啊，然后我再给你上一个，我先下个不活跃的。这个也许有点喝。不活跃的小花生，2018年6月份。给你上了啊，大头。哎呀，这玩意儿我才发现这奥恩可挺克我呀。我才发现这奥恩可挺克我们呀。好闪啊，好闪。房管被下了，肯定是因为不活跃，就至少得有一两个月没养，三四个月。一个月，一个月。我听到你了。哎呦，傻个眼啊！来了你也看不到，不可能。走，你跟我回去。哎呀，哎呀哥，老螳螂，咱先来一个皮孩啊。你背他干哈呀？我把他背后面去啊！但我应该先往后屁股放一滩水，然后再背他好了，我就能走了，我就能给他粘住了。这波其实没太玩好，因为我不知道他有闪现呢。谁知道他有闪现呢？早不说有闪现。吃车吃着了吗他？摇摇晃摇。可是我啊，来干一架来。哎，兜粘住我走呗，走呗，兜。哎，我以前一直就感觉炼金这个英雄伤害有点低，但我这一把完全感觉到炼金的虚区很高了。我听到你了。我虽然只有60的法强，但是我这把的虚区将会非常的高，玩起来将会非常的骚。希望这个螳螂这一波没在。好，我们把这眼儿给它插全喽。回家，哎，吃他个大鸡！我听到了。不吃白不吃，吃个小鸡崽子。而且这把我们还不出面具，我们出峡谷制造者。第一，他家法强；第二，他家吸血；第三，他家法传；第四，他家生命值；第五，他家技能级数；第六，他可以变成真实伤害。厉害！给我杀他，正好扣没一没了。哎呀！下面有我的小狗，你不知道吗？我的疯狗，给我砍呐！汪汪汪汪，漂亮，还有钱啊！因为我们撇了一滩泥巴。
我的。这个也许有点痛。我就吃了50块钱。你也是个人了你。人有点多呀，你俩要杀我想好没？嗯，想好没？想没想好？我看是没想好是吧？嗯，我看是没想好。我这一看，快救救救救救！哎呀，给我撞死了！W 呀，猴哥，我还能不知道 W 吗？你们少在旁边干扰我。刚才你死了以后我才跟你说的话是吧？啊、嗯、那弹幕干扰的，刚才有个弹幕干扰我，讨厌。正在路上，刚才感觉应该能双杀。让奥恩给撞死了。他那个 E 按道理来讲应该没那么高的伤害呀。啊，你是谁？为了谁？你的兄弟姐妹和死鬼，我 A 追。哇哦，跟我跑小伙子，跟我跑。闪现杯加平 A 再见。你以为你有闪现我不知道，其实你是个弟弟。你跟我打，你跟我打，你跟我打，你跟我回来，你跟我打啊。你给我交闪，往哪闪？我虚区高不高啊？注意啊，打着野怪的时候 Q 摁一下，摁一下啊，来回摁一下，这样呢不会掉很多蓝，我们还能打得了这个蓝 buff。 我操你猴子，他没 E 啊。啊，他有 E， 你这不还得给我？今天你走不了啊，我平 A，我留个毒气给你，哼，哎，拿我的红，拿我的蓝，螳螂来了，来来来来来，老螳螂往哪走？来呀、啊，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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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哎，来来 ，right， right， right， 我可不好野，我靠，他怎么？我没有孤立无援呢，怎么会呢？这明明没有孤立无援，怎么会死了呢？没有护甲也不能打那么多血，刚才兄弟，这正常没孤立是打不了那么多血的。打了我好多血一下。对呀、啊，他伤害肯定是触发孤立了，但我旁边有人啊，八个了，怎么会呢？这是一个问题。
哎，我这把伤害真高。我现在是我们家顶梁柱，因为只有我们有 AP 伤害，知道吧？就这老螳螂，我杀他就跟玩一样。看着没？就这老螳螂，我杀他就跟玩一样，随便杀。兜，你给我回去！不打了，你那旁边有人，我不打了。没意思。哎，我旁边也有人。别！奥拉夫救！奥拉夫！哎呀，你在干嘛呀？我这么信任你？嗯。恶魔之拥，冰杖，星界驱驰。自然之力，或者是板甲。啊！我吃他了一个石头人是吧 ？W 给奥恩脚下，哎，有道理哈，这样他就顶不了了。我给忘了，炼金玩的少了，你知道吗？你在教我做事啊？啊！你在教我做事啊！我的天哪，这炼金是你们要玩的吧？我说我不玩，刷一天了要玩个炼金，我说那玩吧。完事教我做事。下路帮一波，这波能五杀。注意看啊，坚持住，坚持住，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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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住，开大招来，开毒 ，W 一走，闪现一个，杯先死一个，往前冲 ，A 回来，螳螂也死了，可以。我这蓝根本就不掉啊！哎，这泰坦为什么没死掉呢？算了，不追了，这都回家了，百分之百回家了，算了。泰坦都没人管呢。太可怜了，泰坦，都没人管你说你。是摇还是不摇？这是一个问题。没有大的时候，尽量咱就别烧了，我就稍微带带血，发育发育。没有大的时候往上冲，无非就是左死。十秒有大，中路可以打一波。跟我冲，奥恩给托尼吧，辛德拉给托尼吧，哎呦，我这波无敌了，等给我追他，跟我追他，等致命点燃，一头战死。征服者才造成了225，
冰杖来一个。得 A 人啊，征服者，要不然不 A 人不触发，得多 AA 人。你这沙米拉今天不死，我去吃屎。我来了，兜平 A 走呗，我这人呢？怎么起飞了呢？再 A， 再 A， 征服者触发，撇个大泥巴，兜咋了吧？兜快打呀！嗯，我不上了。哎呦，我听到你了，不行了，螳螂活了，赶紧跑，赶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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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星界驱石来一个，或者来本杀音书也行。读书啊，我的书那啥了，那个钱不够，钱不够啊。给个助攻吧，开个大招，先杀螳螂，毒死辛德拉，剩这么个山羊，只能挨揍。投降了。我发现这炼金行啊，这是新一代的宠儿，有点厉害。